人一撇一捺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。对自我与人性越了解，才能越深刻地理解角色，让表达更加准确。每一次的创作瓶颈都是打碎重塑的开始，不定义，不框架。从演员到监制的身份拓展，都是自我探索的历程。愿我能永远像个天真的孩子，时刻保持着对世界、对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这是我的人生一分钟。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启，让我们一起为热爱奔赴。